竹子。看那个地上的竹叶，有竹笋啊，还这个江堰熊猫谷，这个不是市，导游说好像有四个熊猫馆，这个是都江堰的，市区那个我们没去。我觉得这个其实蛮好的，可能就是熊猫不是很多，十多只，但是可以离我们非常非常近，就隔了一个墙。哎呀，天哪，反正萌萌哒。可以带个望远镜过来啊，如果有的话，然后看的会更清晰一些。不过如果不带的话没关系，对，相机就可以。熊猫确实是要多看一会儿，欣赏，对对对，看到他们吃东西也好，看到他们打架，活动活动，对，打打架，然后也会有那种静态的。刚刚拍到一个，他就在那窝在那儿，看他背面真的像我们那天吃的汤圆一样，反正就是萌萌的。真的就是看到他们就会觉得他们没有任何烦恼，他们没有烦恼。他们躺在那吃东西，我想说要是小孩躺在那吃东西会挨揍，他们就差摆个啤酒放个 iPad 拿个手机
我们要进去三星堆了，但是讲解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录音，我觉得可能也听不到。主要的行程就是看大熊猫和大熊猫的，下午去看文物，看文物，这俩都是国家的宝藏。对哦，对哦，嗯、对哦，对哦，一个非常安逸，一个非常，我觉得其实如果说是中学生啊，或者是学习历史啊，很有必要去看一下，还是要对、嗯，还是要看，对，一边看一边听讲解，千年以前的他们那些。你会串联起之前所接触的很多很多知识啊，然后把碎片串一串，对，反正。现在可能是因为疫情的原因，人没有那么多，但人还是也不少。嗯，我对那些东西就是不是很感冒，对对，所以我们听的时候也没有完全认真在听。孩子们听得非常就是起劲，纪念品也买得起劲。其实是这样的，就是很多文物它是有。让我们更加了解那个时代的一个价值，或者是现在他们作为那些考古人，他们用来科研。对，然后其实作为我们来说，就会很震撼，可能3000多年前那一整个时代都在那一个区域里面所创造的一些文明。然后那个导游说，最开始发现是1929年的时候。嗯，他们那时候就一大堆一大堆，然后把那文物用来盖井，当井盖来用。对，
就会觉得，反正这个时候是因为大家重视了，如果不重视，我估计也不会被保留这么完好，或者怎么。Thank you.